你刚跟他这么久以来，有没有遇到过没破的案子啊？有啊，比如，我上个月的婚礼里发生了命案，你蛮好，这是一段幸存者。跟我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照顾你。没想到你是个那么好的人。是 Captain。 为什么？年轻，有很多感情上的事儿，你还不懂？别忘了，不行，我还是……发生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 我相信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做的一个反应啊！我给你个奖励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我要请你，父亲。